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一车号前往报团，我是为啥换车的江山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改装啊，这款就是叫雷诺的 ZU 型车型。与其说是车型，你可以看到打开车门以后，里边是一个客厅，它还有一个木地板的设计。同时呢，它的这个车门可以看到采用了这种类似于鱼鳞状的设计，这可以说是本届车展里边最概念的一款车型了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轮圈设计的非常的大。我目前呢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橡胶轮胎的，所以这辆车能不能开起来还是一个问题。来到车尾可以看到大号的雷诺车标，下方呢就是这辆车的名字，叫做 EZ 优系版，应该是这么念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排气也是不存在的，上边还是这种类似于菱形的鱼鳞状的设计，车顶上采用了一个黑色的水。